园林里的里长拥有1400坪的农场，他有感于里内长辈在退休后缺乏运动，决定将土地无偿提供，让黎明可以在自由这一块开始农场来种菜。灌溉所需的井水及电力都是由里长来提供。我们在我们园林里来讲，能有的闲置空间啊，非常的有限啊。那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的话，他等于说呢，他退休之后，他没有一个退休生涯规划。那刚好呢，我的父亲有留下一块地给我，那这块地呢，就当做说让老人家劳动筋骨的一个地方啊，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活动啊，然后也是一个生态。那我们这块地上随便挖的话，都挖得到蚯蚓，然后也是环保。你注意看，那我们整个每个地方都有水管，那表示说我们不需要去囤水。不需要去囤水的话，就不会有积水容器的问题，哦，既是健康，也是环保，也是生态。然后呢，最主要还是分享，因为来这边种菜，种了菜之后呢，他们会把菜带回去，然后也会把多余的菜送到我们的关怀祭点。这是一个爱心的活动。许多里民会种植当季的蔬菜以及水果，收成后也会提供社区据点长辈来使用。不少里民在过程中都觉得相当有趣。但是大家都其实大家都不认识啊，但是我们在一起种菜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快乐在一起。种菜要怎么种哈，大家都在研究啊，一起研究的。现在我们现在年纪也大了啦，来这边也是很开心的。运动健身还可以得到分享以及乐趣的感动，无偿提供自己的农地来提供里民使用，同时照顾地方上弱势族群以及长辈，这也让他们得到最大的成就感。记者林瑞峰，大溪采访报道。